做不空，知道吧？做不空。FTT 是因为 FTT 在币安里边能做空，所以才达成十的。如果 FTT 只在 FTX 当初交易，谁敢去做空？你不是玩跟交易所玩对手盘吗？交易所瞬间把你拉爆。现在人家查你底条件，瑞士的公司哪个公司是你赵长鹏直接控制的，对吧？说的清清楚楚。我跟你说，这污点证人呢，有可能就是中国人。我现在脑子里就大概构思出来有哪些中国人有可能是给当了污点证人，就是把中国币圈这点事说的清清楚楚 ，SEC 都清楚。赵长鹏的历史，跟币安、跟 OK 的历史，他在中国 ICO 的历史，清清楚楚。我自己都要收，经常收到这种号称是媒体的采访，我都他妈拒了，都不敢接受采访，因为。我太清楚了，但是我清楚中国哪个人不清楚，是吧？海瑞这细节，当年参加过 ICO 的人全部清清楚楚。那些币怎么上的 ，USDT 怎么接的，币安怎么样在哪几个政策下起来的？出国以后上币费怎么收的？收了多少钱 ？BNB 怎么拉的？谁不清楚啊？你们在 Twitter 里面谁不清楚啊？中国人或者是币安的用户谁不清楚啊？都清楚吧？SEC 能不清不比咱们清楚吗？那个调查组的那么一个小组，天天就盯着币安这个 case， 当拿到钱才能拿提成，他们不清楚吗，兄弟们？啊，比咱们谁都清楚，比我们现在人家是天天坐在那查答案的，一点一点查，一点一点查，从网上能查到的所有数据一点一点查，哪个项目方一个项目方一个项目方查在币安上面的这些，当年不是这些细节太清楚，这是公开的呀，这都是。人家都在一个一个建档，建了很长时间档，要收网的时候，这些项目方他妈才是污点证人呐、啊！从币安离职了的这些人呢、啊，你保证每个人都是安，就是高高兴兴离开的，总有不高兴的吧？还有些交易所有仇的吧？有些个别人被币安就是没收了钱的人住在美国的，咱们这么多人都在美国，都是美国用户啊！你们都在交易所币安里面曾经交易过，你们难道不是美国用户吗？绿卡的，都是吧？我就能猜出来大概有多少人现在愿意做污点证人，还已经有人多做了污点证人，那还跑个屁啊！往哪跑啊？这些人都是美国纳税居民，号称是中国人，美国纳税居民，绿卡持有者。美国只要一吓唬说，哎，你他妈不配合，给你关了，给你罚多少钱，给你扣多少钱，你要配合这个事儿，你还能立功，你说这些人怎么干？反正他妈的爆仓了，没钱了，老子豁出去干一把吧，干出来就指控嘛，是吧？因为 SEC 是公诉，现在他还没民事，这里面其实是民事的问题，民事还得有人站出来，我操，那他妈就麻烦了。再说了，人家又还有证人保护计划，有的证人他妈太核心了，知道东西太核心了，比如内部人知道太核心了，他这种东西说不清楚，别人在暗处啊，你不然这个交易所在明处，明着被打呀，这是难受啊，这。为什么说就是 FTX 死了那天，我在群里面说过，我说这对币安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利空，因为原来 FTX 被美国人盯着，是美 FTX 是什么？是 Sam 是美国人，硅谷的，老妈是斯坦福大学的，他是个美国人，他从美国跑出去了，他是美国的家猪跑出去了，跑到了这个香港成立交易所，后来又从香港跑到了巴拿马做交易所，一头野猪而已。最后你们当当当三枪，交易所之间竞争放冷枪。把这个 FTX 给挤兑爆了，爆了以后 FTX 倒了。美国原来还想，因为这些 FTX 交了好多的钱啊，你知道给 FTX Sam 的妈妈和爸爸是这个整个西部的给拜登募资的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不只是他自己家捐了钱，他把所有犹他们都是犹太人一个圈子捐了多少钱，你把他的金主给干了。这迟早要干你啊，对吧？你不是这不是明着吗？你是先干的人家，人家好好的，你干了人家，人家倒了，这些人没了，翻脸，反而这个成了拜登拿了好多这个韭菜的钱，韭菜的钱都被挪用了，给在拜登捐了，那拜登脸上挂得住啊？
那些募资的人，他妈这些人能给你服了，他就所以就一下子变成了所谓80-90%的市场份额，那你就成了枪头鸟了，不打你打谁呀？我操，是吧？这事儿非常明显，就是要打币安嘛，而且明确说就是打赵长鹏嘛，你的所有的推特一条一条都没删过吧，而且都有记录吧，跟网上所有人的互动都清清楚楚吧。谁保护你？我就说整个世界上谁保护你？没有啊！Sam 引渡回美国以后，交了2亿美金的罚款，人现在就在普拉奥特自己家里头住着呢。操，啥事儿没有？钱交着呢，交完保释出来了，啥事儿没有？我说咱交点罚款就啥事儿没有了吗？不是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就是要往死里整啊，可不是交点罚款的问题啊。被美国盯上的，你们细细查查美国历史上被美国盯上的，有谁是轻轻松松就过去了？啊，没有，因为你不是美国的，不是我们美国纳税居民，你也不是美国的项目方、美国的公司。币安 US，你罚不了几个钱，它本身就没业务，谁在币安 US 交易啊？你们自己身边有吗？一个有吗？没有啊，明白吧？都是去 Beyond Global 啊，连美国人都是翻了墙挂买了假的 ID 跑到币安上开户。是美国 Global 是不给美国用户开户的，但这个用户他妈的他折腾半天，用他中国身份开户是绝对能开得了的。但是他同时持有着美国绿卡，有很多人是拿着很多国家的身份，但是他同时美国护照，他有多重身份。你币安是给这个人过了，但这个人确实是美国护照、美国身份、美国绿卡。美国纳税居民，你怎么办？